今天的大明星呢，又高又帅，我不想看，我真的看他一路变帅，很讨厌。哦，怎么办？我人生没有做过这种事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被拒绝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好难哦。要吗？你们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教我的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可以跟你们在路上找到不认识的人，可以？想要跟你，你是谁啊？